Hello， 各位观众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如何让 GoPro 变身成为一个 Vlog 专用的器材。安装方法非常简单，首先我们将 GoPro 的侧盖给打开，拿出金属相机壳，将 GoPro 的机身塞进去之后，把背盖给盖上。接着我们拿出相机快接板，背面粘上了魔鬼粘之后呢，我们将快接板与金属相机壳做一个连接。锁紧之后呢，我们拿出 mini phone jack 的转接器，同样背面也粘上了魔鬼粘之后呢，将这个接口接上 GoPro 的机身。接着我们拿出小云台，小云台上面有延伸出一个热血头，这时候就可以把指向性麦克风给锁上去了。将音源线接上转接器，接着再拿出另一个小云台，锁上侧面的热血口，然后将手机夹给转上去。接着将手机夹上去，如此一来，我们的 GoPro 的前置萤幕就完成了。如果你也对于这些配件有兴趣，想要组装一台自己的 GoPro Vlog 组的话呢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，我会将这些购买资讯告诉你们。这时候我们将喜欢的脚架给锁上去快接板之后呢，整组设定就算完成了。让我们来看一下 GoPro Vlog 组的整体样貌吧。喜欢这支影片，欢迎订阅分享，我们下次再见喽。